21. Number 377, from Korea, Jung Soo Lee.重新上道，这些选手呢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选手，如果对于本来中华是非常关注的话。Go to the start。我的李钟书、宋思板以及加拿大选手弗兰克伊斯·康德林，美国选手阿波罗。还有五圈，阿波罗呢一直滑在滑的位置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宋思板似乎体力不支了。他和刚才石宝慧的状态呢非常像。阿波罗连续的超越和被超越，然后是内道来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，应该是阿波罗获得了冠军，自己也是高举右拳，然后冲击上位。因为目前呢，他还是备受观众评论的。就在这一个弯道进直道，发生的变化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。这组的实力其实还真的很接近。阿波罗也是非常兴奋，他现在的状态比巅峰时期确实是下降的比较大，同时
是你说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冠军，殊为不易。